你还记得人生第一次提灯笼的那一刻吗？是谁牵着你？你手上的灯笼长什么模样？你是否和我一样，早被都市瞬间即逝的烟火、加班上课的快节奏抹淡回忆？相传元宵自汉代宫廷祭典演变而来，在民间则为庆祝天官大帝生日，直到宋代开始吃起福圆子，象征团圆。而咸丰、道光年间的台湾，新竹流行着猜灯谜。其实，古代元宵更是另类情人节，唯此佳节，大家闺秀才能迈出大门赏花灯，与有缘的才子吟诗作对，千里姻缘一线牵。2019年2月16日，世界佛教正兴会文殊院邀请您，带着另一半，灯提在右手心，爱牵在左掌心，共同来猜谜，并在佛前许出您的愿望，写下您的心愿，邀请您扶老携幼，和我们提着瓜丁一起逛台北城。